受到山竹台风侵袭，关岛地区风强雨大，雨水随着一阵阵的雨势降下，路面上几乎没有车辆行驶。强台山竹来势汹汹，一路往西，而星期四会是清台关键期。西的方向移动，到星期四的时候，因为它北边的太平洋高压稍微有一些减弱的机会，让第二十二号台风有机会再往北偏一点，靠近台湾地区。但是它是用什么样距离接近我们？气象局持续观察。山竹台风路径若偏北前进，对台湾影响增大，周晚间就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东半部会先开始降雨，也不排除发布海警。星期六会最接近台湾，东部及南部地区需要严防雨势。虽然周日下半天开始远离，但这段期间强度仍不断增强，雨势一直到下周一才会趋缓。除了山竹台风，鹅銮鼻西南方海面的百里加台风也成型。23号台风百里加，目前它的中心是在鹅銮鼻的西南方，大约280公里的海面上，持续在往偏西的方向离开。虽然百里加台风对台湾影响不大，但山竹台风路径预报仍有不确定性，不排除通过台湾附近，加上仍不断持续增强中，需要多加留意。记者华少平、谢伟、杨小组台北报道。